你相互帮助，你不帮助怎么样呢？你会选择帮邻居按电梯吗？如果不按就会被打，那你又该怎么办？近日在湖南郴州一小区发生了令人无语的一幕，女子乘坐电梯时因为没有帮邻居按电梯，结果被对方又打又骂。当时女子进入电梯后先按了楼层键，随后电梯自动关门，紧接着跑过来一名中年女子，在电梯即将关闭的时候硬挤了进来，并用手指着女子的鼻子大声质问，你为什么不帮我按电梯？意思是责怪女子没有等她，没有帮她按电梯开门键。女网友也毫不示弱，立马反问道，你又没有叫我帮你按，我为什么要帮你按？况且我又不认识你。但女邻居却坚持认为，既然是邻居就有帮忙的义务，你不帮我按电梯就是不对，我今天就要好好教教你怎么做人。于是在电梯里就开始指手画脚，站在道德制高点对网友进行道德绑架。但没想到网友根本不吃那一套，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一直到了31楼，女邻居要回家了，网友随口说了句，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这个样啊？谁知竟惹恼了邻居，他冲上来就开始打人，网友也不惯着他，当场拨打了报警电话，民警很快就赶了过来，在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敲开了女邻居的房门。女邻居却大言不惭地表示，自己只不过是出于职业习惯教训了网友几句而已，给民警都整无语了，脱口而出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干这样的事，这可把大妈给气坏了，当场就要撒泼。我今天教训他，也许是出于我的职业习惯，讲好不好？民警当场口头传唤大妈去派出所，如果大妈拒不配合将进行强制措施，最后大妈被扭送到派出所。网友坚持不和解也不要赔偿，但由于只是被打到手臂，构不成拘留伤害，顶多就是关一晚上，再加上大妈此时早已没了嚣张气焰，不停跟她道歉，最终网友心软了，同意和解，只要了最低赔偿金额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刚签完和解书，对方就原形毕露，略带嘲讽地表示，我知道你的性格了。这可把网友给气坏了，直接将视频发到了网上。据女邻居自述，她平时执法惯了，总想要教育人，评论区彻底炸开了锅，怪不得这么厉害，原来平时就颐指气使惯了，觉得所有人都要为她服，查查她在什么单位，让她彻底出名。有网友猜测可能是名老师，一张口说话就想教育人，没想到这次碰上硬茬子，自己被教育了。回顾整个视频，完全是邻居大妈在没事找事，帮你是情分不帮是本分，你怎么还道德绑架上了呢？别人不帮你按就开始骂人，别人还嘴你还打人，真是有够嚣张的。那么大家支持女网友的做法吗？评论区畅所欲言，我们下期再。